9月2日星期一是一年一度的劳工节，纽约下起了雨。明月千里寄相思摄制组在美国福州三山会馆王刚能主席的带领下，冒雨进行了纽约外景的拍摄。明月千里寄相思节目是 ICN 电视联播网携中国福建长乐电视台于2013年中秋节联合推出的一档亲情传递节目，旨在为美国打拼的福建同胞打造一个大洋两岸亲人亲情互动的桥梁。摄制组采访了天长地久婚纱摄影城、东方大酒楼、华夏酒楼、本地超市、 ABC 长途汽车公司等，尽力展现长乐同胞在美生活的面貌。天长地久婚纱摄影城负责人曹慧琳小姐还回顾了曾经接待第一夫人彭丽媛的情景，并将中秋祝福送给远方的亲人。她也参观了我们，想不到现在是第一夫人了，我也祝福她。明月千里寄相思节目播出时间为今年中秋节，节目时长约为一小时，受到很多在美闽籍观众的关注。吴哥、林江月、刘佳 ICN 纽约报道。